只有14岁，每天带刀出行。你要不带刀，你会怎么样？心里就不舒服。他只有14岁，历经沙场无数，直接地位是非社会性质的动物，就直接可以把这个所有武装拿了。反叛嗜血的背后究竟有何隐秘？我家人摸过烧操心的。他的成长的路径存在两个系统。欢迎收看本期心理访谈《诡秘的重复之14岁带刀少年》。谈论起我的过去，也许已经可以拍成一部电影。我所接触的是整个社会的阴暗面，换句话来说，我生活在社会黑暗的一面，所接触的是勾心斗角、打架斗殴以及毒品。说话的男孩叫高峰亮，是成都52中一名初三的学生。52中是一所攻读学校，在这里就读的孩子大多都有过违法犯罪的经历。而就在这样一所汇聚了众多问题少年的学校里，高峰亮依然霸气十足。当初你来这儿是为什么？谁把你送来的？我妈把我骗来的。怎么骗来的？她说妈这里可以抽烟吗？可以。妈这里可以喝酒吗？可以。可以打架斗殴吗？可以。到了之后才知道不是这样。在进入52中之前，抽烟、喝酒、打架斗殴几乎是高峰亮生活的主要内容。你第一次见血什么感觉？没感觉。不害怕吗？不害怕。兴奋吗？不兴奋。有没有见到血让你感觉兴奋的时候？有。高峰亮喜欢用刀子说话，对于打打杀杀的场面早已司空见惯，但唯有那一次的群殴事件让他记忆犹新。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次，就有几辆那种卡车，大卡车，那个东风的，就开进来，几车人，手里面夹着有夹刀的，拿着棍子的，拿着那个钢管的，反正什么都有，什么武器都有。你拿着什么武器砍的？铡刀，就是那个柴刀，你知道吧？砍柴的那个刀。把那个靶子去了过后，然后后面相应就是插一些钢管上去，然后拿电焊把它焊上。反正后来我哥把我开车把我接走的时候，我身上全是血，耳朵是鸣的，就他说什么我听不到。就是他把我接走了，不接走还事情还难办呢，所以我现在已经在牢里面。如果是把你抓进去了，你后悔吗？不后悔啊。为什么要后悔呢？从高峰亮的言语中，我们几乎感觉不到他对打架、入狱甚至是死亡的恐惧。说牢这个问题吧，我的想法就是3年2年毛毛草草，7年8年蘸水碟子，大不了进去就当吃个蘸水碟子就完了。万一没命了呢？没命，除非他有妥妥。说起打架，高峰亮对自己十分自信，这也许和他口中的兄弟总能在危急时刻出手相助有很大关系。当我们想进一步了解他所在的圈子时，他所讲述的故事更让我们感到震惊。你在外面干什么？住在哪儿？住在别人家里吗？别人？你的小兄弟？大兄弟。你兄弟是管吃管喝管住？啊。那你在他家做什么？睡觉。只是睡觉玩吗？你觉得那样日子很爽吗？你知道跟他们一起是干什么吗？那你讲吗？我吸毒爽吗？第一次吸什么感觉？头皮发麻，心跳加速，肌肉萎缩。高峰亮说，吸毒后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让他至今难忘，但每一次飘飘欲仙之后都会伴随着更加恶劣的事件发生。吃了那个东西过后，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加快，你整个人就是一种很冲动的状态，就当时就拿刀把别人给捅，尿道给他绞断了，一刀进去然后绞了两圈。你当时是人家有错吗？你捅人家？他就瞪我一眼，然后我就捅他。没有错，他没有错，他就瞪我一眼。
一个只有14岁的孩子用刀子绞断了别人的尿管，甚至多次参与黑社会性质的集体群殴事件。对于这些，作为监护人的妈妈竟然一无所知。他出去好几天去干什么，你知道吗？不知道吗？他为什么会这样想的呢？这个也不知道吗？他拿刀子捅过人，你知道吗？不知道。他打架的事从来都没有跟你聊过。打架的事没有聊过。虽然妈妈对高风亮的生活并不十分了解，但她清楚，每当高风亮踏出家门之后，都是凶多吉少。应该出去都不是说干了会是很好的事情，应该是说出去都不是好事。离家出走7天，现在有时候放假的时候回来，晚上就不回来。他说他是去守工地，去守堂子，他说去帮他师傅或者帮哪个哥。如今随着毕业的日子日渐临近，妈妈开始忧心忡忡。当初把高风亮送去52中，是想找个地方给他点约束，但现在还有不到2个月，他就要从52中毕业了。妈妈不知道他还能把儿子送到哪里。14岁的小高啊，可以说是年少轻狂。你看他是打架、聚殴、吸毒，然后你看他说的词儿啊，砍、杀、捅，可以说是充满了腥风血雨。这真的让我这个也是为人母的这个家长来说捏了一把汗。这样的孩子今后怎么办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小高。给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心理专家格桑老师，你好。你好。我们三位观察团成员，这也是我们的新朋友啊，黄小山。你好，小山。好。这个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安妮玫瑰，你好。接下来呢是律师刘红辉，你好，刘律师。小高，刚才我们在放小片的时候注意观察了哈，你说的时候感觉有点眉飞色舞，不像是说杀人打架的事儿，好像说一个很美好的事儿，很愉快的事儿。你现在坐在这儿在看你刚才说话的那些，你是什么感觉？我觉得挺好玩的吧。你觉得好玩？没有觉得恐怖危险？其实以正常人的心态来讲啊，怎么说呢，我觉得我的心态确实有点变态。变态？为什么？因为你想嘛，正常人看到这些东西都会觉得恶心或者想吐啊，这些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习惯了吧。习惯了。嗯，说的那些全都是真实的，是吧？都是你真实的经历，没有编的感觉吧？没有编过。但是我觉得很奇怪，如果真实的经历过的话，妈妈真的不知道吗？我什么事儿都不给他说，我一般都是报喜不报忧吧。但是你这事儿已经不是一般的事儿了，砍人的事儿、伤人的事儿，这都是危险的事儿，有时候违法的事儿、犯罪的事儿了又。他也不知道。不知道。那你怎么能把这事儿就蒙过去了？没人找来吗？躲呗，私了呗。私了，但是不是妈妈私了？啊。你都找谁呢？自己处理呗。靠自己人脉关系。人脉关系啊，就是那些江湖哥们儿是吧？啊，就他们帮你把这事给化了。对，就是那个不是说尿道绞断了嘛？嗯一共要8000那个人的医疗费。对啊。然后就不够，然后我最后绞尽脑汁，然后想办法借了，借了一些钱。找别人借。啊，借了一些钱给他了了。妈妈，刚才你听说这些事情，你真的都不知道吗？你想曾经把人家尿管都给捅断了？这个我不知道。他反正这个孩子，他我觉得他说话有一点夸大其词。小高，你看妈说你，你是为了显示你好像显摆你多能，你看把人家弄成那样了，他觉得你是。这个没有什么显摆的，是怎么样，事情是怎么样就怎么样。也没有什么好显摆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那你说妈妈为什么不相信呢？我怎么知道？但如果夸大，人们往往爱夸大一个美好的事情，是吧？给自己，让自己得到一个人的一种被别人的一个赞美。他说这些夸大可是危险的事儿，违法犯罪呀，就是都伤人的事儿啊。因为他的这个社会气息比较重，比较严重，还喜欢出去当超哥啊，那个外头就哎，很不得了，带了一个某某兄弟啊，怎么样？把谁砍了？哦，就是这样的。你上了，你看我多牛，多厉害。他看到别人干了，就说这个事是我干的，我把警察打了，怎么样的。其实刚才我看这个片子和看他说话，其实我也有一种一时走神，想起我小时候。我从小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
我特别愿意把自己呢往坏了去说。哦，觉得自己越坏，哎，就觉得自己就特牛。其实我没打架，或者让人抽我俩嘴巴，我回去跟哥们儿，刚才哥们儿在东四扇了四个人，一人扇一嘴巴。是你被扇了，但是告诉你，其实我自己扇的，哎，跟扇的跟被人扇的跟王八蛋似的，哎，但我会说我给人扇的怎么怎么着。这个男人好像在这个啊，不成熟的这种程度下，特愿意夸大自己的力量。那妈妈刚才，妈妈对于小高发生的事，妈妈觉得有些他夸大其词，而且很多事不知道。那你知道吗？肯定是，因为老师常给你揣起刀子，他又不背书吧，出去耍就背个包吧，另外又揣把家伙，他是家具。当那个逼是。他跟我说的，我给你装了啥子哦？你份儿钱没得？啥子哦？家具。我现在念流行说家具。哦。不要说刀了。哦。小高，你干嘛呀？学生不背书，背一把刀，你怎么？你是觉得有人要害你吗？还是你想随时对别人行凶？习惯了。什么意思？习惯揣刀呗。从几岁开始揣？嗯，这时间我记不清楚，因为这个琐事，反正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我觉得。就你要不带刀，你会怎么样啊？就心里就不舒服。就觉得是觉得就关键、啊、就是觉得忘了什么东西，就老是觉得忘了什么东西。带着呢，就觉得。带着就觉得哎，这个人就精神抖擞。那你这次来录节目带刀没有？没有吗？肯定。上安检被缴了。哦。带了被缴了，开玩笑的，就没带啊。啊，因为你坐飞机吗？肯定那个安检要检查噻。对，真是，小高啊，小高，我就在想啊，我在想，如果我要是有这么一个儿子，我咋整啊？其实这个刚才我听他讲了半天啊，说这个不知道他在所作所为这些行为，我觉得不太现实。对，我们不用说别的，就从他肢体语言上来看，你看那个往那一坐，他个大老爷，这完全是一个黑社会老大的一个形象，这父母怎么能？不知道呢，看不出来。知道啊，想到老子哦。刚才跟方那个律师，我看观察就是很敏锐。刚才我也看到了，你看他这个孩子刚才一直是这种感觉，打哈欠，哎，嗯，对，眼里是一种游离的这种目光，对，啊，这一种完全无所谓的那种劲儿，对吧？嗯。所以我看完这个片子以后，以及对你说的啊这些你的这个个人的情况，其实我有很多问题，我还是一种不解的。你怎么知道把他的所谓的尿管给剪断了？是那个人说的。哦，那现在落后遗症了吗？那个人现在还有正常的尿管吗？然后我看，嗯，应该还有吧。这个我还真不清楚，因为我没事跑去看他尿道干啥。嗯、哦，那么你在这么多年打架过程中，你有被打的情况吗？有吗？被打肯定有，没打伤。啊、嗯，打伤我被打情况最深的，就是印象最深的时候，就是小学那时候。那个孩子当时比我高这么多，嗯，然后他的手又长脚又长，瘦高瘦高的，然后就抵着我的脑袋，我就动不了。我当时手又短又肥又笨，然后我就挥挥挥又打不到，然后他就把我按在地上，然后把我挖破相了的。那次我妈也知道。那像这种被打以后，你是一种什么心理呢？你是想说我报复吗？还是说我打不过你，我就认输？还是没有认输？什么样的心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嗯，那像这个打过你的人，那你长大了以后，你去找他打过架吗？没有。那你认为你打架打胜的时候，你一种什么心情呢？没有。你觉得你是一个男人特牛？也没有。没有心情。那你这么就说爱打架的这动机是什么呢？你从里边得到什么好处呢？或者高兴，或者一种快感，或者一种认为我是一个堂堂的老爷们儿，或者一帮女孩子。哎，能给我献花，能亲我的脸蛋，咱们为什么呢？咱们一个一个问题来行吗？你问题太多了，嗯、我一下回答不了那么多。嗯、好，你说吧。啊，你说这是你的一个，就是这个很随机性的。嗯，我觉得应该很随机。你只要把我惹毛了，我就跟你打；你没把我惹毛，我就不跟你打。以暴制暴是高风亮在解决问题时的惯用手段，但就是这样一个习惯了打打杀杀生活的他，在进入五十二中之后的表现。让我们深感一般。这海报也是你们自己画的吗？嗯，今天初一画的。这个画的很好看。嗯，我画的。这是你画的？嗯。写的还不错，平时喜欢写这东西。这写的算丑的。写的算丑的。嗯。妈妈告诉我们，高风亮从小喜欢书法和绘画，他的作品多次在省级甚至国家级的比赛中获奖。书画中学组嘛，三等奖。全国少年儿童书画大赛中学组，
三种讲。嗯，他写的书法什么？嗯，哦，这是书法大赛，都是书法。这个是美术作品。啊，美术作品，这是。嗯。这个是，这也是美术作品。这个是美术作品，就是画的这个吧？哦，就是这个，嗯，这个吉他。下面的这些呢？下面这些是他学校的，这是最佳关爱奖、最佳觉悟奖、班科状元、最佳贡献奖，这个也是班科状元，这个是优秀学生会干部奖。如今进入五十二中后，高峰亮还被评为了校学生会主席。请同学们在做题的时候尽量不要说话，这个容易影响到你们身边的其他同学。我觉得他在学院里面以学生会主席这个身份啊，克制自己或者是约束自己还是相对上比较好。这个是谁选出来的？嗯，这个呢是我们学校呢进行一个校团委这边进行校团委学生会干部的一个竞选，他也是公平竞选，竞争择优录取嘛。捅人、吸毒、绘画冠军、学生会主席，随着对高峰亮了解的逐步深入，我们对这个孩子越来越摸不着头脑。其实不只是我们，就连他的妈妈也完全搞不懂他。妈妈不知道从小让他引以为荣的儿子从什么时候变得这样叛逆暴力，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连儿子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都分辨不清。总觉得这孩子嘛还是有点咋说呢，还是有点摸不透，还是有点真真假假摸不透，就总觉得说言行好像有点不一致。他说很会说，他说他把他前途就规划好了，他也说了如果他不在那个学校里面去，也许现在都到局子里面去了，他以前的路走错了，不应该在外面去和谐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一起玩。他主动给我交谈的嘛，这些都是他说很会说，等于说有些时候他就做不到，他反正出去有人叫他他就出去了。说起大道理，高峰亮是非分明，侃侃而谈，但只要一出校门，只要一有兄弟招呼，他便连家也不回，一头扎进那个圈子里。妈妈不知道那个圈子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妈妈更想不明白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对那些兄弟的感情慢慢胜过了父母。阿娘三十岁都不会了，现在连我都不会了。三十岁干嘛去了？不回来，在工地上找工作干。一整夜没回来。不回来，外头吃，到时候外头谈去。今年除夕夜，高峰亮没有陪在父母身边，而是和兄弟们一起拜见了他的师傅。这个师傅呢，对高峰亮就相当于对自己的一个小兄弟一样，特别呵护，特别关爱，所以他对那个师傅感情比较深。他毕竟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他遇到麻烦之后，他能够想到的可能还是通过这些小娃去帮他去解决，但反而高峰亮就把他视为父母一样。对于这位师傅，在我们的前期采访中，高峰亮曾多次提起，尿道给他绞断了，就是这样了事的。我找到我师傅，找他借了8000块钱，然后把医药费给他赔了，然后再加上那人的家里面，又跟我那个师又跟我师傅认识，就把事情算了。我师傅教我的就是，男人做过的事情就不要后悔，你后悔也没用。教我道理，教我做人，教我为人处事，教我外面怎么玩。你比我大人。是怎么认识的？6岁在旱冰场里认识。高峰亮说，他一直信奉一句话：行走江湖，义字当头。不要说是师傅，就是普通兄弟，只要有事相求，他必定两肋插刀。你的那群兄弟跟你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还有一些兄弟帮我挡过刀子，帮我挡过刀子的。然后你怎么可能留下他们？就把他们抛在那儿，说走就走，说出去出去。你一直就不希望他外头给过。那他这样你怎么办？没得法嘛，我刚跟你说了嘛，就是两个地方能管他，一个法了，一个就监狱。但是人家娃娃读大学，我娃就怎么就进监狱？没得法噻，我没得，你看我无能为力管他，是不是住的嘛？脚长到他身上的，我打也打赢了。反叛暴力却多才多艺，看似是非分明却又不知险恶，是什么原因让他矛盾分裂？兄弟和父母究竟谁是至亲？心理访谈诡秘的重复之14岁带刀少年。
正在播出。我刚才其实注意到我们在看那个小片时，妈妈看得很认真，全神贯注的看，但是爸爸好像没看，爸爸在听。是啊。为什么你都不愿意去看那个画面是吗？不是。嗯。因为我的话，哎，说老实话哈。嗯。哎，我也不愿意把说的好坏。像、我来到这儿来，听老百姓的故事，实话实说。对对。那这个话呢，说老实话哈，有点阳奉阴违。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这辈子不他啥子都晓得，对不对？你说他比你会说啥子道理都懂、但是他就要去发。这更恼火啥子？以前他比较冒差，有啥子马上就走，现在他可以不说，你不晓得猜测不到他内心了嘛？对。他嘴上说好，马上就回来，你放心嘛，我不得丢你脸嘞，不得啥子的，我就挣钱了嘛，减轻你负担了嘛。他说这些，但是这点大娃娃给你整啥子嘛？你说一套，换的话又说的不一样。哦。咋说呢？不咋说，说一套不一样呢？刚刚妈就说了哈，嗯，学校表现的相当好，嗯，哦。啥子学生会主教的也好，对呀、他还是学生会主席，搞得相当好，在学校头，嗯，纯粹不一样。回来之后都不愿意接他，那个我给那个秦导也说，我根本不愿意接他，巴不得就在五十二中待着，一直待下去，哦，待着不要回来。一回来他今天回来之后就那个饭都不吃，书包一丢，没得人了。晚上起码要两三点钟，可能都不得回来。那去哪儿呢？酒吧子。这是未成年，他能去随便去酒吧呀？他有朋友三四的。那你们不去追？我那儿找到他，电话打爆了，他都不接的嘛。有没有找过？找过一次啊，逮回来了。哎呦，正在那个正准备，两边兄弟伙都约起了。我要打架是吗？一脚头。哦。刚才这个小片儿，我觉得父亲讲话非常幽默的，不光这个语言幽默啊，这个内容也非常的幽默。你看他说的，把儿子以后没办法，要是没人管，就是只好去监狱。你看他去考试，他咋考得起高中嘛？对吧？我都跟秦导说过，对吧？哦，一旦进入流入社会，就是个毒瘤的嘛。你怎么又乐？都是个炸弹呀，不？小刚又乐什么呀？你把他乐的，就他看他爸爸那样，其实觉得挺好玩的，觉得爸。你乐啥？你的笑点跟我们都不在一个点上。不，我笑点很低。你笑什么呀？你爸怎么了？我笑他那个表情说话。一般我都不笑，真的。哎呀，小高的，我觉得我理解小高的感受，就是，哎呀，这种事儿值得你这样生气吗？这种事儿你值得把他想那么大呢？其实压根儿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你看，这个绝对不可能，因为首先我有脑子，嗯，我不是没脑子的，我不是不会想事情的，我就觉得想，哎，不管是什么社会上混的那种高层的，就是当哥老官的，或者说是下面那些底层的，迟早有一天都是要漂白的，都是要走正的去，比如说是什么，就是承包工地啊，或者是开公司啊，以这些正规的渠道来挣钱，嗯，对不对？所以你觉得你爸说那句话，实际上是他老人家的一个实际上是他自己的一个想法，根本不是，不可能是你是吧？不可能是我。你看起来很成熟，你说不用你担心，那些东西我都看透了。你看透了什么？你可能比人看起来成熟什么？因为你可能进入社会比较早，社会中的一些事情你可能看透的比较多，但是在另一方面你可能就缺失了。嗯，缺失什么知道吗？你安身立命的技能你掌握什么？如果没有父母，没有这些家人，你安身立命的技能是什么？嗯，你说你现在会什么？能赚钱呢？能赚钱。合法渠道的，假如说就你当年的8000块钱怎么还呢？我没有还。没有还，人家也没计较。如果万一计较了怎么办？搁什么还？因为我知道他就不会计较。为什么不会计较？因为他帮过我很多，我也帮过他很多。在你日后没有能力帮人家的时候，或者说没有一些正当的技能帮人家的时候，人家为什么要帮你呢？所以我就漂白了噻。嗯，所以说你现在是漂白，是你有漂白这个心，但是你还要掌握一门技能，就是涉及到以后的问题。对，对，我记得你看我们这小子的时候，老师父母都会问你以后长大想做什么呀？哎，有的说我想当科学家，我想当作家。我小的时候我父亲是军人，那我小的时候我就想，哎，我当军人。哎，后来我父亲当警察，哎，我以后我想当警察。我不知道有的时候你们小的时候，你们父母问过他想做什么吗？他说做黑社会老大。他那时候就说黑社会老大。那么那种情况下，你为什么不及时纠正，不做一个引导呢？6年级的时候就这样说。对吧？12岁。
那你觉得他做黑社会老大是对的一个选择吗？肯定是错的，对吧？他说的不是说的嘛，是不是？我根本就不相信他的话。你说着玩儿的，那他比较崇拜，你说所以我弄的那套嘛。那个是哪儿又咋的纠正到啥呢？他的年纪才好大嘛，你给我他就喜欢社会责任，他社会有一句话就是社会气息太严重了，就是。但是小高的爸爸，最近这一年是我们最担心他的。我们感觉到哈，我们说在一个小孩成长过程当中，在11岁、12岁之间，他的未来的理想，对他以后成人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是个关键。这个我相信。他这说着玩儿，未必。比如那个时候，在11岁、12岁的他的那个人生观和他的理想，你长大长，你能不能尊重一下人家？现在人家把话说完。你看，谢谢谢谢你对我的这个尊敬哈。不是这个东西是最基本的。你看看起来这个说话，别看人小年纪小，嗯，说话呢很像个小大人儿。对，所以说我们都喜欢他，是吧？不，所以刚才其实我听到这儿，我作为就是要父母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挺难过的。在12岁是一个男孩说他长大以后要当黑社会老大，我就说明在他的人生成长过程当中，他崇拜的、他敬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其实我们在跟小高接触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件事儿，就是在他的这个英雄崇拜当中啊，有一个形象是他特别特别喜欢的。我们来看看屏幕，看看小高最喜欢的那个形象是什么。做黑帮老大是他的人生理想，哪个人物会是他的至尊偶像？父亲究竟说了什么遭到现场集体围攻？心理访谈诡秘的重复之14岁带刀少年正在播出。这是谁？孙悟空啊、我偶像。我们说孙悟空好不好？啊，为什么喜欢他？因为我喜欢他的那种直。这是现在他的微信用的那个名字，就是、哦、就是其实我像悟空一样自由。那这样就是为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小高心目当中孙悟空，我们播放一段片段，我们希望你通过这个片段给我们讲一讲。把手放下。阿弥陀佛。我算是看明白了，看明白了哈。你们想给我讲一个，就是说，把这个孙悟空比喻是犯法的人，把如来佛比喻成那种啥那个法律，然后最终我这样做会得到法律的制裁，是吧？其实到现在为止，之前我们那个心理专家格桑老师一直就没有说话哈。我觉得这时候该您出场了。大师都是在后面。大师都在后面，大师都在观望观察。其实小高在认知层面的理解是很敏感的，嗯，他一直接受的是人们对他的一种评判和怀疑，嗯，所以说一看这个电影，他另外一个有关法律也好、教育也好那些信息的内容，他会直接性的练，当然其中有很多更深的东西。其实小高在崇拜孙悟空这个特殊的人物，同时与他家长的情节连接中，他还有里边更深的东西。嗯，这个呢，我希望等会儿在心理密室，啊，就和他有更深的聊天。我刚才听见你的心理底线，你一直在说，只要触碰底线，我可能会做什么？底线是什么？我的那个，就是自己真心的那几个兄弟，然后，我的父母，最感动的是什么？现在从小到大最感动的就是一个没有血肉关系的人，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嗯，一个接触时间没有多久的人，可以去为了你去帮你挡一刀子。嗯，很感动。这个啊，这个我很感动。妈妈让你最感动的是什么？妈妈，嗯，
我看，就是，我离家出走他找我的时候，仅仅是几句简短的对话，专家也只是问了两个问题，高风亮的成长脉络已初见端倪。我们从这么一段过程里可以感觉得到，感觉到他成长中确实存在一种缺失，而这种缺失是小高直接转型，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他心智变化的一个过程。他的心智变化里有一个最典型的东西，家中是有一种温暖，但是这种温暖跟一般人的家庭的温暖不一样，这是第一个。但是他没有安全感，他的安全感必须在另外的空间去寻找，并且必须让自己强大起来内心，然后在另外的空间去找到安全感。所以他的心灵和内心以及他的成长的路径存在两个系统。传说中的孙悟空是一个没爹没妈的石猴，崇拜这样一个特殊人物，对于我们了解这个十四岁嗜血少年的内心提供了什么线索？儿子不断闯祸，恶性事件频发，家人怎么会一无所知？他们的家庭关系究竟怎样？这个儿子对他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针对这些问题，现场我们让他们一家三口参与完成一段角色体验。在一次持械群殴事件中，十四岁的小亮被人用钢管击中后颅，送往医院抢救。请问你们是孩子的家属吗？是这样的，我们刚才对这个孩子进行了抢救，但是呢，他现在的生命特征是恢复了，但是属于脑死亡，也就是我们说的植物人。由于当时孩子送来的时候情况比较紧急，我们在你们没有垫付医药费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为他进行了手术，所以说你们现在要去交一下医药费，一共是27000元。由于他的现在的情况还没有脱离危险期，我们需要在 ICU 重症监护室，一天的费用是1300元。如果说以后长期要在医院做护理的话，一年的费用大概是50000块钱。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难道抢救能过来吗？不行了，因为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现在已经就是脑死亡。是他把人家杀了吗？是人家把他杀？他成植物人了。没错，就是他成植物人了。就是我每天的花费1000多。没错，就是看我们是放弃还是把他留着。你们可以商量一下。你觉得呢？我们屋的那个条件肯定是一不起的。就开始给社会做点贡献了嘛，该拿捐的习惯就捐给人家嘛，该拿捐的习惯就捐给人家嘛。对于还存有生命体征的儿子，爸爸竟然大方的表示要捐献他的身体器官。角膜，就是肾脏，这些能用的就捐了。他说为国家做贡献，捐了出去就对了嘛。我现在听完了这个四川话的内容之后，我觉得很可怕。跟之前他说的一句话就说，那以后没办法了，金坚义就渐渐冤狱嘛。我觉得跟他的态度如出一辙。其实我感觉父亲视这个儿子为一个垃圾，扔了是算了，自生自灭算了。他究竟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长大？他小时候对他们父母都好像没得啥好大的感觉，基本上很难见的，基本上都没跟父母生活过。我从小我妈爸妈就没怎么管。他们忙什么？忙着玩呗，打麻将玩喝茶。究竟是什么事情让现场帮帮团嘉宾的反应如此强烈？他爸就甩了一把那个菜刀。他说：“你个龟儿子，你让我干，不让我出去，老子砍死你！”是什么让你能够在酒后的时候给你3岁的儿子拿出这把刀来？把你心底里面最深的东西能告诉我吗？不对，说不对，告诉你。心理专家又如何将他心中的负能量正转化？慢慢的站起来，很好。腿继续定着，往后倒，五号，1、2、3，告别过去。娘在，我也爱你。欢迎下周同一时间收看《心理访谈》，悬在头顶的刀。